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律日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90页，第四行最后两个字开始啊，第四行会俗曰：愿力者，四弘誓愿，能净佛国土，成就众生故。我们前面呢说到这个地方啊，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四弘誓愿，一切的是为众生，为众生要达到度众生的愿望，必须有德行，断烦恼是德行啊，道德教育啊，学法门是智慧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最后要成就圆满的功德，那就是成佛道啊。所以为什么要成佛道？为普度一切众生啊，没有证到佛果，能力还是有限啊，所以一定要成佛啊，学佛一定要成佛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自己也不例外啊，只是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，啊，随缘妄心做主宰，这个妄心就是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是迷失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他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要知道自信没有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没有烦恼习气，自性里本来具足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通通能显现，啊，这才能普度众生。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注解：今法藏菩萨所具殊胜愿力，无能及者，是故号为大愿王。啊，阿弥陀佛。法藏比丘成佛了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凭什么成佛的？凭所具殊胜的愿力。啊，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佛，鼓励他，启发他。啊，让他圆满度众生的愿望。啊，他度众生，终极的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在极乐世界成无上道。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普度，到极乐世界的人一个都不漏啊，个个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此地赞叹他无能及者，没有能跟他相比。啊，所以十方诸佛尊称他为大愿王，又念慧力，指念力即慧力，五根五力里头都有念慧，
念根慧根，念慧根向上提升增长，那就是念力跟慧力啊。我们再看下面，性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成为五力啊，三十七道品里面说得很详细啊，这五种力帮助我们向上提升。知读论语，无根增长，不为烦恼所坏，故名为力啊。无力是无根增长，无根向上提升就成了无力了啊。这个根通通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，只是我们现在被烦恼把它破坏了，烦恼障碍了它，虽有不起作用啊。我们今天念的是什么？啊，我们今天念的是轮回法了，念念制造六道轮回，这个错了。啊，没有办法脱离烦恼，见思烦恼。这是最粗重的，都没有方法脱离。上面还有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啊，这是六道众生无量劫来也在修行，总不能够出离六道。原因就在此地啊，不能不知道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，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念慧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念力圆满了，得阿弥陀佛加持啊。专念阿弥陀佛，幸运持名，那就是慧力啊，不是智慧，它就产生变化了啊。他可能放弃修学其他的法门了八万四千法门也很能迷人了啊，门门都想学，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对呀，没错啊。善财童子证到什么样的果位，才去广学多闻，这一点要知道。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善财在文殊菩萨会上证得根本智啊，根本智是什么？根本智就是大彻大悟
明心见性，那叫根本智。啊，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他是初地菩萨，这样的果位啊。啊，五十三参，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为什么要学？因为要普度众生，众生根性不相同。啊，是为度众生而学的，自己呢，自己如如没动。啊，五十三参没有被这些善知识影响啊，没有被他们干扰啊。啊，他修的是念佛法门。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善财修的是这个法门。啊，第一参吉祥云必求，修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他成就究竟圆满啊，所以在华藏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就是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净土中的老师是谁呢？啊，最早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提倡念佛求生净土，是普贤菩萨啊，所以净土中初祖。下联句老居士告诉我们：法界初祖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头一个提倡的是谁？大势至菩萨。法界处处，娑婆世界，世尊最初讲《华严经》，华严会上普贤菩萨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啊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普贤菩萨了。娑婆世界的初祖啊，啊，中国的初祖是东晋时代慧远大师。啊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，我那是在美国。他就告诉我，法师，你可以做美国初祖。啊，可是我没有选择美国。啊，我选择了澳洲。啊，澳洲净宗如果将来能普遍宣传，确实我们在澳洲把净土宗带过去啊，所以这个念慧力重要啊，无根增长，这五种都有力了啊，不被烦恼所坏，这个烦恼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无力成就了啊，这叫有力了。又天魔外道不能俱坏
故名为六。啊，天魔是指欲界第六天，他化自在天的天王，波旬。啊，他心量不大，啊，他所统治的六道啊，欲界统治的欲界，欲界里面包括啊，最高的就是。第六天了，他化自在天。这里面所有的众生所修的法门，要能超越六道，他是非常不喜欢。你不出六道，他不干扰你。你是想超越六道，他就在干扰你。啊，他以为他统辖的人民怎么又走了一个？啊，这他不愿意看到的，他希望他的众生统辖的众生多，不愿意减少。所以，你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他一定来干扰。啊，不让你成就。世尊，示现八相成道，里面有降魔。啊，降魔就是主要就是对波旬的。啊，波旬用诱惑，用武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被他障碍住。啊，魔能够干扰我们，总不外乎财色名利。你能不能突破？啊，财色名利就是天魔张道的手段。菩萨修忍辱波罗蜜，菩萨修禅定波罗蜜。啊，轻一点的诱惑，持戒能对付；持戒不能对付的时候，用忍辱。啊，能忍。啊，忍辱波罗蜜还不能成就，啊，抵不住的时候，禅定，用定慧力，天魔他就退了，他抵不住了，啊，所以定慧非常重要。又念力念根增长，能破诸邪念。啊，这个现代的科学家也发现了。啊，最近这一代年轻的科学家都在探讨，在研究念力的秘密。这是
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念根增长呢，能破一切诸邪念。佛教的念，净宗法门全靠念力。啊，这个念力专门念阿弥陀佛名号。啊，确确实实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念久了，邪念就没有了。我们讲妄想杂念，统统没有了。这是好境界啊！啊，慧力者，慧根增长，能破三界诸惑。三界里面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啊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慧根增长，成了慧力了。啊，三界的三种烦恼都能够化解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们是从妄想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无始无明是从起心动念产生的，啊，这是三界里头的根本惑，迷惑。啊，从无明生出分别，从分别生出执着。啊，所以佛法用戒定慧三学，啊，用戒，破见思烦恼，啊，持戒清净。能放下身见、边见，我们中国人讲成见，啊，就是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啊，这是见惑五种，思惑也有五种，啊，思惑就是你的心念，贪心，啊，贪心。嗔恚心、贪嗔痴慢疑，这是属于思惑。见惑虽然蒙利，容易断；思惑不好断，习气很重。啊，古人比喻像藕断丝连。啊，你用持戒禅定，把它断掉了，退习气。啊，所以他虽然能证得阿罗汉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由见思习气，见思习气断了之后，他就证辟支佛果，提升了。啊，辟支佛才把见思烦恼真正断干净。啊，那么他开始断尘沙烦恼，
尘沙是比喻啊，这种烦恼是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分别啊，分别无量无边呐、啊，用尘沙来做比喻。那分别也是障碍，障碍你不能见性，所以这个东西要断。最后要断无明烦恼，无明是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真正修行，这学佛同学必须要知道。在哪里修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，离开境界，你往哪里修？那不是真修啊！真修就在境界上，眼见色，在这个时候去练，要练功夫啊。不着相啊，不执着境界相，不执着有我有境界，这个功夫得了啊。金刚经上讲的，修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小乘人修的啊，大乘人修的破四见，不是四相，四相粗，四见为细，就是没有这个念头啊。金刚先生叫见，见就是你的看法，你的想法啊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没有分别啊。前面是破执着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是破执着，后面是破见啊，见是念头，根本念头不生啊，眼见色见得清清楚楚啊，没有我见，也没有我所见到的境界相，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见的是虚妄，能见的也是虚妄，能所都是虚妄，都不存在，所以见色闻声如如不动，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是慧，自性本具的智慧，如如不动是大定。那慧能大师开悟说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，心没动，没有摇晃，如如不动，大定，自心本定啊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那是自心本具的般若智慧啊。所以三界诸惑统统不起，它不起作用啊。啊，这叫功夫成就会用功的人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是道场啊，都是修行的道场啊。修行修什么？如如不动啊，所以是
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修这个。啊，起心动念是凡夫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圣人，佛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叫小神，只出六道，没有出十八界。啊，在六道里面如如不动了，这他做到了。但是上面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还是有分别，这个关不能突破，必须要不分别。啊，不但不分别，还要不起心不动念。那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就是慧根增长，能破三界所有一切的迷惑。在我们来说，这个惑有迷惑，有诱惑，诱惑粗，迷惑细，啊，不为境界所迷，不为境界诱惑，知道统统是假的，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佛教导我们呢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呢，好啊，啊，所有一切境界相，它生灭的速度像闪电，你捕捉不到啊！现在我们晓得，弥勒菩萨所说的，我们眼前能见的根深，所见的境界啊，整个宇宙，它生灭的速度，一秒钟2100兆。就在我们眼前，从来没有中断过，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啊，真正叫粗心大意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这么高的频率，化身菩萨知道了，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知道。啊，虽然知道也不明显。古人比喻犹如各罗见月，隔着一层罗纱看外面月亮，就是他模糊啊，不是很清楚。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有能力看到事实真相？大乘经里有常说八地以上啊，居里成佛非常接近的菩萨国位，一共52个国位，
啊，第五十二是成佛。啊，最上面的五个位次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妙觉、二等觉、妙觉。一共五个位次，最上面这五个位次的人，他们把事实真相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慢慢也发现了，他是用数学，是用仪器啊，现在先进的仪器观察到了啊，现代的科学家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能捕捉到这个镜头啊，看到物质现象是从意念里面产生的幻想啊，意念怎么生的？也是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所发生的。啊，在佛法的名词叫业相，业就是动，波动现象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提出弦定律。啊，好像弹琴，你拨的时候它就响，那是震动。啊，这是什么震动？宇宙的震动。啊，宇宙的震动是我们的自信的震动，自信是不动的，不动是真的，震动是假的。啊，震动是迷，不动是觉。啊，所以心要定，身要动，身是个机器。不动，它就发生故障。心要清净，不能有念头，有念头心就病了，这心就不正常了。啊，所以心要定，身要动。啊，佛法修行用拜佛，拜佛身在动，心是清净，心里头不能有念头，不能有妄想。啊，初学的人心里面总是有念头啊，把念头放下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念阿弥陀佛就是修定，把念头集中在一点，不让它散开。道理在此地啊，功夫深了，时间久了，自自然然没有妄念，那就成功了，那叫得定了。啊，定开智慧啊，定其作用就是智慧，所以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智慧现前，无所不知。十号里头有真辨智啊，真是正确，没有错误，辨是普遍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，所以自性里头有智慧，有德能，
有相好。啊，要向自信当中求，不要身为心外求法，心外没有法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又灵峰大师曰，灵峰就是欧耶大师。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，他说念根增长，成就一切处世正念功德，这叫念力啊，特别是用在念佛法门，念力非常明显。啊，慧根增长，能遮，这就是智的意思。通别诸惑，啊，通惑是所有众生全都有的。啊，这叫通惑，六道众生全有的，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那么念根提升变成念力，啊，慧根增长了，念是属于定，啊，定生慧，通别诸惑，别是讲。声闻缘觉，他们没有见思惑，他们有尘沙惑，有无明惑。啊，三乘菩萨，他们见思惑断了，尘沙惑也断了，无明惑没断，这叫别惑。啊，如果哦，他这个里头有说，啊，通别诸惑都断了，这个遮就是断的意思，他都断了，法真无漏。啊，真无漏就是明心见性，这是慧理。见思惑为通惑，三乘所同断。尘沙惑、无明惑叫别惑。啊，它是属于菩萨所断的。慧光智惑，智慧光能破迷惑，显法无漏真智，这叫慧理。如是助列了习解殊胜法藏菩萨，他殊胜的大愿将五根提升到五力，让无力都起作用，啊，这都增上啊，这个增上有强力士，能使他法增长上进，这叫增上。经经中增上。至极殊胜，因所增上者，非是于法
二是其心，其心者当人自性也。这些话非常重要啊，特别显示出佛法是心法。佛法修什么？修自性呢、啊？正上其心，这个心是当人之自性，是自己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句经文里头这八个字形容的菩萨法身大士啊，他们烦恼习气断干净，所以无所住啊，从哪里修起？一定要从无我做起，修起。啊，无我是什么呢？世间人把身当作我，把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作我，错了。五蕴不是我，六道众生都是住在五蕴里面，所以他所生的心是自私自利，是功高我慢，是迷惑颠倒，他生这个心。这些是错了，全都错了。啊，念头错了，行为错了，这些错误感受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这个错误里头产生的。啊，你的思想、言行、善。就先三善道，思想言行是恶的，就先三恶道。三善道，善业之所感；三恶道，恶业之所感，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首先要看破，这些想法看法全错了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陀教给我们，要放下身见。啊，告诉我们，身不是我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。叫我所，啊，那我是谁呢？世间人都执着一个我，我是莫那什，莫那是一个妄念，执着的妄念，莫那执着。第六意识分别啊，把阿赖耶当作我，
阿赖耶从哪来的？迷失自信，变现出一个阿赖耶。六道众生把阿赖耶看作我。所以摩那是代表，你看摩那四大烦恼常相随，第一个就是我见，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金刚经前半部破四相，没有破四见，那么前半部《金刚经》是小乘初果的境界，后半部破四见，是大乘的入门，大乘的初阶，不一样啊！大乘相宗说的“转八识成四智”，菩萨境界了。无我见，摩那识没有了。这一个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转八识成四智，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我见就是第七识，第七识四大烦恼，我见。我爱，我慢，我痴。我爱是贪，我慢是嗔，贪嗔痴。跟着那个我来的，叫四大根本烦恼。那我们晓得我们持戒，持什么戒？专门对治这个四大烦恼。看看真正修行人你看看海贤菩萨，他不但没有身见呢，他没有我见呢。你细心去观察，你会看得出来。贪嗔痴都没有了，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所以他能随缘，随缘小就业，不再造心养了。那我们在生活当中，跟外头人事物相接触，生什么？生我爱，我慢，我痴，这根本烦恼，从根本烦恼爆发出八万四千尘劳。所以修行修什么？
个不能不清楚啊，不清楚搞了一辈子冤枉搞了啊，就把这个修正对人对事对物没有我啊，没有我谁在做不知道。海贤老和尚回答人的，人家问他不知道，实际上他是真清楚真明了啊。这个回答就是说的是不知道是个否定词啊，是帮助人觉悟的啊，真正有戒定慧的人听到这句觉悟明白了，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，那个追问年轻的不知道没懂啊，怎么不知道啊啊，那还在迷里头，真正懂得的话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，其如境界啊，修行就是修这个心，要把真心修出来，真心里头没有一念生起的，一念不生的 啊真心无念，有念是阿赖耶，无念是真如啊，可是那个无念不能说的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为什么叫无念？他没有执着。阿赖也有执着，自信没有执着啊，没有执着他没有障碍，有执着他有障碍啊，障碍说他不能见性，见性没有障碍啊，这些细心从海贤老和尚身上看到，对我们很有利益啊，是我们真正的好榜样啊，不是叫你不接触，你什么都能接触，接触里头在修行啊，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修这个啊，这真修啊，真管用啊，接触万物才能够度众生，不接触这么多众生，但是接触你要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被众生度好了，不是你度他，是他度你了，你受他的影响受他的干扰啊，真正能够他有定功如如不动，所谓定功就是说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大定。这个定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的。盘腿面壁入定，那定起什么用？不起作用啊。那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教学，他在定中。他自己说的好，49年讲经说法，他有没有说？他全否定了。我没有说一个字。谁要说我说法，谤我谤佛，他会谤我。啊，是不是真话呢？是真话。
49年有没有说一个字？一个字也没说到。啊，所说的一些法，你问什么，他自然回答你。没有通过思考，那就是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没有。啊，是自自然然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。所以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法说的这一切法，经佛与古佛完全相同。啊，为什么？同一个自性。同一个自信没有两种法，是一法。啊，这个境界要慢慢细心去体会，要认真去学习。啊，起无为无穷，法喜充满。啊，大乘目标就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必须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啊，这三个都难，佛教跟我从哪里开始？从最初明显的执着不执着。啊，然后再进一步提升到不分别，不执着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；不分别是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，那就明心见性。啊，我们的念头、妄念，一个接一个，啊，一弹指。有32亿8000年，这些弹指，啊，一秒钟，2100多兆，啊，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不能觉察，一点感应都没有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才有感觉？像我们身体有病啊，麻木不仁啊，啊，必须要到明心见性才有感觉，啊，就是能力慢慢恢复了，外面有感，自然就有应，啊。现在我们有感，我们没觉察到，没有因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佛有因。佛的因就是现身说法。佛里面常讲的神通、佛事。啊，感应道交啊！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；众生有感是有起心动念，佛应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佛可以说，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，他可以说，为什么？他没有起心动念。一般所有一切造作都是从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，他没起心动念，能现身能说法。啊，帮助众生觉悟，
满众生的心愿，然后他的相就不见了。啊，众生没有感，他就消失了，这相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现象、说法、注释、时间长短，通通是感应。啊，这个里头真相诸法实相要很细心去体会，如何我们自己也能入这个境界就好了。啊，能不能？能。海贤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要不为表法，早就往生了。我们读《往生传》《净土神仙录》，再回头来看海贤老和尚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30岁左右就具足往生的条件，他就能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去？那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。啊，佛看重他，修修很如法。啊，命令他常住世间，做学佛的榜样给人看。啊，特别是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啊，修这个法门人很多，这个法门决定成就，一生圆满。要做好样子给人看。啊，不要让这些接触到净土遭最后退心了，那就错了。他为这个使命啊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。他叫阿弥陀佛，叫老佛爷。他所说的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我们一般所说的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，你念佛心里求佛，佛就现象给你。佛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有感他就现身，无感就不现。不但能现身，而且能现极乐世界。你想看看极乐世界，你能看得到。啊，慧远大师当年在世，一生见过4次。我们相信他不会骗人。啊，海贤老和尚，有人问我，
他常见佛，他一生见多少次？我是最保守的估计，不会少过十次。他念佛的时间长了，念了92年了。常见佛了，佛常常安慰他。啊，为什么？忍辱波罗蜜不容易啊！啊，得到佛的安慰了，啊，忍辱生欢喜心，不生怨恨，不生烦恼。啊，佛来安慰他。啊，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无所住就是心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生什么心？生度众生的心。度众生的心是一，度众生的手段是千变万化，啊，那叫什么？善巧方便，啊，像观世音菩萨32应，应以什么深度就现什么身，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。完全是应机，不是佛菩萨想教他什么，不是的。啊，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个要懂。啊，不是随自己，自己没有了，无所住了，完全是顺众生，普贤圣愿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决定没有自己，有自己就是凡夫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生什么心？身心里头最重要的根本的就是慈悲心，啊，慈能娱乐，悲能拔苦，啊，佛陀在世间教化众生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古佛如是，今佛如是，未来佛也如是，不会变的。啊，什么目的呢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离苦，离究竟苦。究竟苦是什么？是六道轮回，是十法界。啊，帮助众生脱离六道，脱离十八界，叫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究竟乐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把这个众生呢，帮助他，送他到极乐世界去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叫得究竟乐。所以千经万论处处之贵也，啊，都是指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佛菩萨度这个众生圆满了，啊，他真正
得度了。啊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我们度众生，同时要度自己。啊，度自己不妨碍度众生，度众生不妨碍度自己。啊，肯定帮助自己提升。啊，自己的目标就这两句话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那么在净土法门而生其心，生阿弥陀佛48愿之心。通途来说，生一切诸佛40弘誓愿之心。啊，菩萨为众生表演，都是表法了。啊，表演什么？发大愿，不为自己，为一切苦难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苦难众生跟自己同体呀。都是迷失自信变现出来的境界。啊，做噩梦，受的那些惊吓都是冤枉。那我说根本就没有，都是自己妄念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不善的念头。啊，贪嗔痴慢疑，七情五欲，都从这个地方变现出来。啊，这些东西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而且说穿了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你以为它存在，啊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。为什么说它不存在？它频率太高了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是2000兆分之1秒。啊，一秒钟才2000兆次的生命，哪一个生命是真的？没有一个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你所看到的通通是幻象，真相一个也没看到。啊，我们用电影的影片来做比喻，比较容易有个概念。啊，影片是动画，放在放映机里面，让它在1秒钟24次的生灭，这个速度之下，我们在荧光幕上看到的幻象，好像是真的。啊，毕竟放映机还有震动，所以那个电视荧幕上画面呢有跳动，轻微的跳动。啊，如果是一张24分之1秒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会只看到一道光，一闪没有了，24分之1没有了，看到一道光，光里都有什么？没看清楚。
没看见，这眼睛不管用啊！啊，那么电视，早年的黑白电视，黑白电视的频率比电影的放映机高，1秒钟50次。啊，电视电影呢？是1秒钟24次，啊，电视50次，所以你看得很稳定，没有看到它跳动。现在的电视，彩色的，数码的，啊，1秒钟100次，一秒钟，画面的，需要像。电影那个片底片一样是100张底片，所以完全看不到它波动的痕迹啊，才100张哎，1秒钟100次啊！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秒钟2100兆次，单位是兆，这是什么现实的环境？弥勒菩萨说穿了，我们生活在2100兆次生灭波动的所产生的幻想，整个宇宙假的不是真的，你把它当真了就错了。啊，了解真相之后，肯定了，没有怀疑了。要着重有个很明晰的概念，那就是全体是不可得，空无所有啊，就是。应该什么态度？应该无所住，决定不能把一样东西、人、事物，不可以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被它干扰了，就错了，你就迷了，你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对了。你完全用真心，你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。这菩萨是法身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。啊，而生心的生起心，心就是回应。啊，外面境界是感，你自然就回应。这个回应叫而生起心。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。啊，在海贤老和尚这个碟片里面，你们细心去观察，去看。啊，你看看人家表现的，无助生气，那么样的自然。啊，那么样的圆满，那就是法身菩萨诸佛如来应化在十法界，应化在六道，真实的境界。啊，你看到了，你就懂了，就能学习了。啊，最怕的、最严重的障碍就是我，有我就麻烦了，见不到了。
啊，要把我见放下。无我，无我是真我，我是什么？我是法界，法界是我。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性变的，自性才是真我，能生能现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。啊，整个宇宙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都是自性所生，自性所变。啊，自性为什么会生？为什么会变？遇到缘，自自然然。这里头没有理由，叫法而如是。啊，法自自然然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我们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就是诸佛菩萨再来了。诸佛菩萨跟六道凡夫同一个自性，凡夫在迷，佛菩萨在觉，觉而不迷，这是佛菩萨。众生是迷而不觉，叫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起心就是自己的心啊，整个宇宙是自己的一场梦境啊，只是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梦，知道是梦就觉悟了，不知道是梦迷在里头。啊，下面说此二境中所标之其心，正是一心呐、啊，一心无二心呐、啊。譬如魔境、垢境、明现，无明惑境，自心朗现。故云：“正上其心也。”啊，古时候的镜子多半是铜做的，没有玻璃。啊，所以时间久了要把它磨，磨光，它就能照见。啊，所以铜镜。啊，把上面的灰尘磨干净就能照了。啊，用它来做比喻，无明惑境，自心朗现的。啊，无明是什么？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没有无明。那个心是真心。啊，真心能照全宇宙，能照过去，能照未来。啊，通达明了啊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大乘法里头最怕的就是有住六道众生，为什么称他做众生？就是他有住
啊，有住身心就造业，无住身心没有业。换一句粗显的话来说，心里头不能放东西，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静中它很特别，它让你放一样，只可以放一样，其他的都不能放。这一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容易修，如果什么都不放，很难修。啊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总会放东西在里头。啊，现在叫你换一个，把那些拉杂东西换成阿弥陀佛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三年五载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你就非常可能证得一心不乱，啊，思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很容易证得。啊，这经中妙就妙在此地。海鲜老和尚的师父传戒公，啊，传戒公当年给他剃度，叫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。这个人老实听话，真干。92年不拐弯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除这个之外，他什么都不会。啊，他是在农田长大的，对于农事很熟悉。啊，出家了，耕地，庙里都有几亩地。啊，他自己完全负责了耕种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又喜欢种树。啊，传戒公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明心见性的人物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他一看海贤就是个法器，这个人将来会有成就。啊，教他这个法门，还特别嘱咐他，将来你明白了，不要乱说，不要说。那明白了什么？开悟了。开悟了之后要装糊涂，装迷惑颠倒。啊，不能说。他记住啊，他真不说。偶尔也露一点风声。他说，我什么都知道。那什么都知道就是开悟了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不能说这句话。他说这句话对人讲，人家不听不懂。啊，所以他的一生平平安安，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，啊，度过他百年这么长的日子，真的是善始善终，啊，万缘放下，心里头
就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种的那些粮食有人去偷他的，啊，我们看到光碟里头有一段，有人偷他的玉米，被他发现，他叫人家不要害怕，你想去掰你就随便去掰，捡大的去掰，不要害怕，啊，自己从旁边走了。这就是什么？无所住心呐！那就是佛法。啊，这个投玉米的人没想到老和尚这么慈悲啊！啊，他能不尊重吗？能不敬仰吗？以后敢不敢了？不敢了。以后可以问老和尚要，老和尚可以说你自己去办去。啊，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啊，没有把人放在心上，没有把事放在心上，也没有把万物放在心上，啊。真正放在心上的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是他念念向往的。对了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坚固不动，其心如金刚，能破一切，不为一切所破，故名坚固。啊，海鲜老和尚坚固啊，真的是坚固不动啊。啊，外面所有的境界，有顺境，有逆境。对于顺境随喜，对于逆境忍辱，啊，不为外境所动，啊，念佛不许念，心里头默念；不许拜，晚上起来偷偷拜，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是其心如如，金刚经曰：“如如不动。”啊，故云不动。此之不动呢，不是成空至寂，而是心心其余真如法印，念念流入如来觉海。啊，如来觉海就是自己的觉海。啊，觉海就是真如本性。本性广大，没有边际，用海来做比喻。念念与自信相应，啊，自信本自具足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啊，一切都是无量啊，无量觉就是阿弥陀，啊，修行精进无能遇者，这两句经文，啊，修行为通用之词。
在中国本来是通用的。修正行为，你的行为犯了错了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啊，这是社会上通用的。自晋朝以后转为佛教术语。啊，转变成佛教专用的术语。啊，世间一般人平常很少用这个名词。如理而行戒定慧，越修行。啊，就是佛教中的教、理、行、果四法中的心法。啊，教是教学，指的是经典。经典的文字是教，文字里面含的道理，这是理。里面有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，这是行。依照教理行，后面有结果。啊，在净土中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果。啊，这四法当中的心法，啊，修行，心要依教，要依理，要能感果，这个修行法就对了。大乘经上常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方法、门道多啊，无量无边的，理只有一个。啊，通通都是教我们回归自信。啊，回归自信的方法，自信是本有的，所以佛法是平等法。从自性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跟释迦、跟弥陀、跟毗卢遮那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能用慈悲对待一切众生，就叫做释迦。能用清净平等觉对待一切人事物，就叫阿弥陀。啊，所以叫自信释迦，自信弥陀。啊，是我们信德里头名称啊。希望常常念的时候，念明白了，觉悟了，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了，把自己的平等觉念出来了，这就叫正果。啊，我们有自己不知道，啊，自己还到外面去寻求，啊，佛这个老师好啊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你圆圆满满，一切具足，
不要向外求。啊，向外求是业，是你自己造作的。啊，比如说你自己造善，你心上有善，你没有把善放下，感得三善道的果报。啊，你造作的恶，你没有放下，感得三恶道的果报。教离行果，变一切法。啊，佛法抓住这个纲领啊，让我们觉悟啊，让我们修正错误，迷惑颠倒，回归自性里头本有的教理性果。这是修行啊，精进。精进是勤奋，不能懈怠。啊，所以精是精纯的意思，无我杂故。啊，进呢是为身进提升，不懈怠。啊，能够勤奋不懈怠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啊，慈恩上生经书，慈恩是窥基大师，唐朝人。啊，他在《上生经书》里头，《弥勒菩萨上生经》说：“精为精纯，无我杂故；进呢，身进，不懈怠故。又欲者，又是超越、超过、超胜，有这些意思。”啊，这两句总结。上文啊，修行两个字包括啊，总括了以上种种妙行，我们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就是种种妙行。为什么每一个法门都能证无上道？所以《金刚经》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因为每一个法门都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是总原则。你要不放下，这不是佛法啊。佛法无论哪个法门，你只放下，因为你放 不能完全放下，叫你用一种方法，就像我们现在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以外全放下，咱们就用阿弥陀佛取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得胜啊。其他法门也是一样的，你只能走 一条路，你不能走两条路啊。同时学几个法门，你的心分散，你的力量不能集中啊，结果你所得到的是知识，你得不到定啊。佛法它的目的是叫你得定，一门深入是戒，唯有一门容易得定，得定之后就能开智慧啊，开智慧才是真正的目的
我们求的不是别的，智慧，求开悟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我们求这个。啊，那我们想，佛法以外，其他宗教行不行？行。只要你专一，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通通见性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都有一句话说：“哪一法不是佛法？”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只要懂得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任何一法都是佛法。啊，不能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无量寿经华严法华也不是佛法。为什么？你得不到定，你不能开悟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所以佛才说过啊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要明白这个意思。啊，佛法经讲认识一切法的真相，不要当真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那么在最后说，如是住信，习戒精进圣境。啊，所云修行精进，法藏比丘的德行，无人能及，没有人能比得上。所以说，无能与者。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